山抱盾，因俗人以善恶无限念拙。好，今天我们来讨论慧远大师的三宝论。那从序分虽能只有一句话，但是却有着深广的背景，就是佛教来到中国，从东汉明帝开始，就早期的传播都是以翻译佛经为主，直到东晋的时候，已经有将近200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佛教作为一直文化来到我们正党国，与我们本土的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就有着直接的摩擦，质疑、对抗以及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从汉魏南北朝到唐宋都在延续，因为佛教的那种敬业法义确实对我们本土文化情认很深的士大夫阶层有很大的冲击。这种冲击呢，就会有怀疑、有批判、有对话，最终在一种融合当中，佛教渐渐地与我们本土文化融合在一起，这就是讲的佛教中国化。还有第二句话是中国佛教化，所以中国化和化中国在交相并行，特别是在化中国这个问题上，在前期的佛教传播当中更着重在化中国，它提供了我们中国文化所没有的境界法义，它一定是互补的，没有很强的互补性，它也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也不可能去欢迎一个异质文化植根在中国。所以当时魏晋南北朝每一部的佛经一旦翻译出来，马上就传播开来，文人士大夫争相阅读、争相讨论。那对于佛教的质疑包括很多方面啊，大家去读《墨子理惑篇》，有37章全面的展开中国知识分子站在儒家和道家的立场对佛教的质疑。那墨子以儒道师三家
合一的立场给予了全面的融合。这是我们中土第一部儒道释三家融合的一部重要的著作。那以后深佑法师做过传集《弘明集》和道宣律师的《广弘明集》，收集了很多儒道释三家学者的相互争论的文稿。我们慧远大师的很多文稿就是从《弘明集》和《广弘明集》里面摘录出来的。那这个三宝论也是从《弘明集》的第五卷摘录出来的。那这篇文稿就是集中的代表着当时代这个无论是教内还是教外的人对佛教的这种三世因果、六道轮回、行进、行灭这些问题的尖锐的讨论。那这里谈因俗人，这个俗人就是指戴逵，他是东晋的一个著名的艺术家，对于佛像的这种绘画和雕塑，他是奠基者，也对于古琴呢。音乐很有造诣，对于儒道释三家的典籍颇有研究，是当时的一位名士，朝廷曾经几次征召他做官，他是拒绝的，一辈子隐居著学问。应该是一个很有声望的道德高尚的一位隐士。就在他隐居在会稽的时候，给慧远大师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就谈到他一生呢，这个对儒佛圣人的教诲，遵从待人接物，不敢做一件的坏事。然后回顾他的一生，却是潦倒、不顺。于是他就对这个因果呢产生了一个质疑，这就是他写了一篇论文叫失疑论。这个失疑论是以两个人的对话来展开的，以安处子向玄明先生问话，这有主客问答的形式来问难的。这种问难举了很多例子，特别是自古以来那些行善的人却现世遭很多的灾殃，那造恶的人呢反而很荣耀很顺利，所以就证明这个人的命运呢
这个贤愚善恶修短穷通，不是靠善恶的行为所决定的，而是它是有着分命，分命就是宿命，宿命决定了的，不是你的行为所能改变的。所以就认为儒佛的圣人所讲的善恶因果报应，实际上没有这种事实，只是一个劝善的虚词而已。啊，主要是说明这个问题。那这个他名义上还是一个佛弟子的，却对这个因果产生了这么大的怀疑。当时莲社高贤就有个周旭之，他正在东林寺。周旭之是慧眼大师的同乡，也是山西雁门人，是一个神童，对儒家经典、佛教经典非常有造诣呀，以后在刘宋，就是刘裕做皇帝的那个朝代，那是称为国师级的人物，那这个周旭之正在东林寺，那慧眼大师就让周旭之来对这个论有一个回答，于是周旭之就做了一个论，叫难失疑论，就是以这个对他失疑论的主要观点给出了反驳的依据。但这个戴逵接到这个难失疑论，他不接受，他又写了一封信，失疑论搭周氏周居士难，又站在他的立场，对于周旭之的观点不赞同，这往返的这个争论，双方都不服气，谁也不能说服谁。那这个事情只能上交给慧远大师，这个周旭之摆不平那慧远大师就给戴逵写了一封信，信上写佛教是精微，义理精微呀，很难在事项上去盘棋。这个深邃的法义是隐藏在经典里面的。你作为一个佛弟子，实际上对经典没有深入，才会产生这样的怀疑。由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慧远大师就在讲经之余，就做了这个三宝论。这是面对那个时代带有普遍性的怀疑，所以这篇论具有深远的时代和后来的价值。戴逵接到这个论之后，他回了一封信，首先赞叹他见到三宝论这个宗旨法义
非常宏大悠远啊，这个反复读了之后心悟兼怀，也承认自己虽能是佛弟子，但对经典没有深入的去考究，而主要精力都放在艺术学问上。好，最后他说三宝这个理和事非常旷远，现在自己还不是很明白，所以希望有机会来东林寺面见啊慧远大师，听从教诲，来解决他内心最后的怀疑挚爱。那慧远大师接到这个信呢，也是觉得他在开始有反省回头的这种兆头，也很欣慰，等待他来。谁知道等来的不是他本人，等来的是他因病去世的消息。好，这就把这个背景作为一个序分啊，就是这部论它产生的一些因缘。好，现在我们来看正中分，请看论文。今说业有三报，一曰现报，二曰生报，三曰后报。现报者，善恶始于此生，即此生受；生报者，来生便受；后报者，或今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后乃受。受之无主，必由于心，心无定思，感事而因，因有持数，故报有先后。先后虽异，贤随所欲而为对，对有强弱，故轻重不同，斯乃自然之赏罚，三报之大略也。好，请看这一段。首先，慧远大师阐述三报论的理论依据来源是来自于佛经，不是自己搞的一套理论啊，这也是说不做的这种家风。这个经主要是指阿毗昙心论，这是僧伽提婆和慧远大师共同在东林寺的译经台翻译出来的。慧远大师为这个阿毗昙论还做过一个序啊。阿毗昙心论主要是声闻教一切有部的一部论，在道安大师和慧远大师他弘扬佛法是尊重小乘教，最后归宗到大乘佛教，所以大小乘并弘的。所以经说主要是援引阿毗昙心论所谈的理念，
这个理念它是以先有记诵来概述，然后用长行来解释的。广义呢来说，大乘经典、小乘经典在关于三世因果的这个法义上都是共同的。好，那经说什么呢？业 karma 就是人举心动念行为造作就构成了一个业。业呢有善业有恶业有无记业，只要你造作的这个业，它必能会有报应，报就是它的果报。但这个业和果报之间不是直线的，一对一的，它里面有错综复杂的关系，这叫业力网，跟他当下造的那个心念、动机、行业力的强弱，以及这个果报能不能在特殊的、特定的因缘聚会当中得以回报。所以这个三报，第一是谈现报，就是现世报；第二是身报，身报是指来世报；第三是后报，后报就是第二世、第三世乃至百千万亿世才能够果报，才能够现前。好，那现报就是一个人你造作的善业或者恶业，就从你今世的身体身口意去造，由于你造的力量很强，那你今世你的这个身体就接受你的善恶业的，你接受它的果报。那身报就是你今世的善恶业转身来报，来生来报。后报就是你今世举心动念行为造作的业，要经过第二世、第三世、第百世、千生、万生啊，然后才受这个果报。所以一谈这个三世的善恶因果的报应，已经不是业力凡夫常识经验的范围了，它是贯穿着过去世、现在世和未来世。好，那这个接受这个果报的这个并没有一个客体的东西，它这种你造的孽是由你的心造成的，那个孽能不能感果报，是现在感还是来生感还是未来感，也跟你的心念有关系。一切法由心想生，但一般人的心念你是没有办法去让它固定的，它或者善或者恶，它是常常受你对境的那个环境、那个人和事出现在你面前，你的心开始对这个事做出一种反应，那你的心对这个境界做出的反应，有当下做反应，有可能比较放一放，以后再做反应，而且反应的这个念头、动机呀，有强有弱，还有无记的状态，所以你的心念的强弱和你反应的时数不同，所以你的果报也就会出现差异性，或者这个果报提前到
到来，或者这个果报就往后啊这个推延。所以你造的孽是先报还是后报，虽然有这个差异性，但它有个共同点，都是你当下的心面对着你所遭遇的这个事情所做出的应对啊，那做出的应对是有强弱的差异，你反应很强或者反应很弱，或者反应就迟钝不理睬，所以由你的心念的强弱决定了你果报的或轻或重。所以这里面呢，只有宿命通的人，有天眼通的人才能看得清楚，因为众生的心念是千差万别的，他所由这个心念造成的这个孽有重有轻，有远有近，那就随着你的因心和你这个面对的这种人和事的外缘，它呈现错综复杂的局面。如果有智慧的人，哪怕这个境界不好，就是一个很不好的境界，他有智慧的面对啊，马上忏悔，马上行善啊，马上转移，哎，他可以转进轻业，把重业转为轻业，把轻业转为不受，不接受这个业，或者把后世的重业转为今世的轻受。那没有智慧的人呢，可能一个轻业变成那个重业啊，重业变成下地狱啊，所以这里面有你造业的时定了，但是果报定不定，或者果报轻和重，受不受，先后差异，它是有种种的不同。那种种不同是根据众生的这个心念决定的啊，所以这些都是自然之赏罚，就是你造了善，那就赏你福德；你造了恶，就罚你的巨苦，或者下三恶道，或者穷愁潦倒，或者疾病啊夭折。好，所以这些就是现报、身报、后报，大概来说一下而已。你要详细的说，那整个一大藏的佛经都是可以说离不开因果二字，世间的因果和出世间的因果。好，请看下面的文。非夫通才达识，如要知名，罕得其门，降之以还，或有使奢大方，以先物为其归，博中内极，反山隅，于未闻师有人将，习以疑信者，差可得而言，请试论之。就是这个三报的因果的法则，它的事项可能我们都能经历，但是它的理路非常的深邃。
只有一种人才能真正明白，叫做通才达士，路遥知名。通才就是它是贯穿世间出世间的一切宗教啊。达识就是实心达禀的，对自己的这种心性完全明了的人，能够切入佛法心要的这种堂奥，这种人才能对三世因果法则、事理现象因果了了分明。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一个通才达识、路遥知明这三类人的话，一般对这个三世因果的这个玄门，你是很难切入的。这是谈一种啊，那就是圣人，至少是贤人才能够对这个因果法则了了明白。除此之外，降之以还，也有三类人还可以讨论一下。那三类人呢？第一是舍身大方，以仙物为其归，就是他开始涉及到佛法啊，大方就是指佛法，特别是大乘佛法，它展开的境界非常恢宏，就不是在井底之蛙、居虚之见、经验常识的范围当中谈了。它的大方空间是指十方，时间是指过去、现在、未来三际的，叫做十方三世的境界。啊，那你开始涉猎这样的大乘经典，以仙物为其归，啊，其就是起草占卦的，用起草来，归都也是占卜的，啊，都用这个，就是他开始接触大乘经典，先建立正知正见，先要悟明三世因果的正见，作为自己了解世间、出世间乃至修行佛法的一个基础、一种准绳。好，这是第一类的人可以讨论的。第二类人就是他对博诸内集，内集就是指佛教经典，能够广博的去阅读，而且能够中啊，就是可以融会贯通，而且有高度的悟性，反三愚于未闻，就是能够举一反三啊，举一反三，你讲一点他能够出类旁通，推知第二第三啊，那第二第三就是你没有听、没有跟你教的东西，你通过出类旁通、比喻而中，或者比量而知，啊，对于那个未闻的，就是超越你的常识经验范围当中的那个真相，你能够比量而知，这是第二类有悟性的人。第三类就是你遇到善知识啊，师有人将啊，这个善知识有智慧，你也相信这个善知识，善知识也愿意来教化你啊，善知识给你谈这个三世因果法则，你听了之后能够改变你原来的偏见啊，这种人啊，这三类人勉强可以跟他谈一谈。好，下面就请示论之啊，那我就可以试着详细的来说一说。好，请看下面论文。
夫善恶之心，由其有见，见以知己，则有九品之论。凡在九品，非其现报之属设，然则现报绝乎常内可知。内非九品，则非三报之属设，何则？若利害交于目前，而顿相侵夺，神机自运，不待内而发，发不待内，则报不旋种而因，此现报之一隅，绝乎九品者也。啊，大家可能看这些文句如看天书啊，啊，这说些什么呀？啊，第一，他的法意就很深邃；第二呢，他的文字又是六朝的文字，又用了很多的典故，啊，但我们慢慢来啊。那这个具体展开，就是善业和恶业，它之所以能够兴起来，就是你举心动念是行善还是造恶，这跟你的价值观、人生观是有关系的，啊。所以，一个善人愿意行善，恶人本能的去造恶，他不是一日之功，它是渐渐的形成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以渐渐的形成了这个习性，或造恶，或行善。好，那你这个渐渐的修善或者造恶，慢慢的就到了它的一个临界点，就到了它的极处。这有九品之论，这九品之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捍卫之际，品评古今人物的一种分类的方法，啊，将人物分成上中下三等，啊，一等当中又分上中下，就成为九品。那九品呢，就按照这个人现世的社会地位，是否门阀士族，他的智慧能力的大小，他的道德水平的高低，他的在社会的影响力的是正面还是负面，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品评的，啊，或者是圣人，或者是仁人，或者是智人，乃至或者是愚人，啊，所以那个时候，啊，汉魏南北朝之际，这个九品成了社会的共识，甚至选官都有九品中正制，啊，那这个九品之论呢，是不是他现世造善恶业的反应，乃是他前世或者前若干世的善恶行为孽的在今生的一种反应。他是表达这个意思，啊，你只要是在九品范围当中，就不是你现报属实，因为你现报的那个孽还没有呈现出来，
现在你已经在这个社会上有一个社会角色，社会地位的不同，贫富贵贱的差异等等，这是你前世带来的一个果报啊。所以谈九品不是现报所设，所以那现报它在三报里面是比较的特殊的类别，一般是谈现在的业来生的报或者后世的报，那要导致现报的除非是一个巨大的善或者 巨大的恶，它的力量很强才能够在现世报，所以不是正常的类别，从中可知。所以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是它的类别也不在九品里面。这是指什么呢？是有一类圣者，他是无报，他没有报应，因为他修的是无漏业，所以他既不是在世间，在你的九品里面的范围，所以他也超越了你现报、身报和来报这个范围。这个三报是由于你的生灭心造作的善恶业导致的果报，还有一类圣者，他是清净心，他是觉悟的心啊。为什么不是三报所设呢？他这何者？就是原因何在？原因就是利害交于目前，厉害就是现世的人和事，他给你是带来利益的还是带来损害的。一般境界现前肯定他就是利害呈现出来，交易目前就交相呈现在你的眼前，但我们一般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或者我们就有自私自利的本能，而很多情况下就是损人利己啊，就会造恶业。由于是身见我执，他一定会自私自利。但有一类圣者知道眼面前的一切境界，无论是利还是害，他是缘起法，自性本空，能够观照他的梦幻抛影，当下他就把这个厉害的境界人和事给他摆平，顿相侵夺，就是顿然的看破他的空性，看破他的空性，他就不用那种机心去注视了，这就神机自运，就是生成的这个神妙的那个心，法而自然的运作，就是有点用心如镜，是一面洁净的镜子，这个镜子不分别啊。但是什么境界现前，湖来湖现，汉来汉现啊，那这个他用心如镜所做出的反应是不带锐，不带队就不需要逻辑思维，离开心意识，是他的自信清净心里面，是他的慈悲心，是他的平等心里面，对付对这个境界发出一种反应啊。那这种反应的言行或者这种业，不是心意识里面出来的，所以他就不会在阿赖耶识里面有善恶业的种子，这个种子没有的话，他就报不玄宗而应。不玄宗，不玄宗是一个，就是你
转个角，表明时间很快，不旋终就是不是很快的能够得到报应。也就是说，你是清净心出来的，不是心一时的机性出来的，这个报呢就不会当下出现。所以呢，你在现世好像也有这个行为的业，但你用的心不是心意识，它就不会有这个报。不会有这个报呢，就不在九品之列，甚至也不在三报的范围之内。这就有一种特殊情况叫无报。好，请看下面。又三业殊体，志同有定报，定则时来必受，非祈祷之属宜，自利之属免也。将推而及之，则一生数广，不可详究，故略而言之。想参怀佛教者，有以得之。好，这又在讨论一种情形，就是一般我等业力凡夫，他就是由身口意造作业，三种业：善业、恶业、无忌业。这个三业所造的，虽能是不同的体性，或者是你身业造，或者是你口业造，但是身口意三业，它有共同点，就一定会有果报。那这个定业难逃啊，这个定业果报成熟的时候，这时候这个果报成熟的时候一来，你必定要受这个报应，你是逃不掉的。这不是说你求神拜佛祈祷这个祈祷那个属能够移转这个定业，也不是你想方设法，哎呀，我躲到哪去啊？躲到空中去，躲到山洞里面去，躲到海水里面去，就能够避免的。这个古往今来有很多定业现前，你是逃无所逃，一定要受这个果报。连释迦牟尼佛，他是作为示现声闻教，他都要示现成佛之后都要受什么三约啊、十马麦之报，或者脚有钉啊、钉子之报，或者有头痛三天之报，当出现这个现象的时候，那弟子一问，他就会追溯无量劫以前做了什么事，现在有他的余报出现。所以这就让我们要高度的警觉，我们的善恶业，你怎么去，一定会怎么回的。你的所有的业，就在阿赖耶识作为除尘的那个种子，那个种子它最终会起现行的，就因缘汇合的时候，它一定会出来的。这叫种子起现行，现行熏种子。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善恶
因果报应不差一丝一毫，所以不是外面的力量所能转移的，也不是你自己想尽千方百计所能避免的。所以这是三报的共同的规律，把这个规律推到极处，那这个三报的法义非常幽深，这就是众生的业力网啊。因为众生的心千差万别，他要造的孽的强弱啊，机心啊，是用决定的心还是用不定的心，是用很恶的心还是用这个误会的心去造，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心能造业，由这个业就决定了你的命运，你今生的穷通受邀啊，美丑至愚，这些差异都是我们自己的业决定的，自业自受啊，没有哪一种外在的点来决定你的啊。那这个心能造业，心也能转业，也就是说你的不好的命运是你的恶业造成的，你今生觉悟了，我行善开始可以改命，可以转你的业，于是转你的命运，这就是袁了凡改命运的事例给我们的启发啊，不是说就是一成不变的，一成不变就是宿命论了啊，前世已经决定了你是动不了丝毫，但一般人会容易有这么一个知见，实际上卢佛的圣人告诉我们是可以转变命运的啊，哎，所以这个法义非常深啊，这样的命运的转化的这种方法也非常广啊。在这里由于篇幅所限，不能详细的去探究，只能在这里略而言之，就是概略的说一说，但推想你参究啊，佛教经典的人，你就在这个概略说的框架里面，你可以有所心得啊，成而明之啊，由以得之，就是你可以把这种框架来对比古往今来的一切的人和事，都离不开这样的因果的法则。这就是讲受报不同啊。好，请看下面。是或有极善而殃及，或有凶邪而致庆，此皆现业未救而前行始因，故曰真祥欲祸，妖孽现福，一世之贤于世夫在，何以谓之然？或有欲匡主旧时，道济生民，一步高级，志在立功，而大业终勤，天殃顿及。好，看这一段，这开始谈业报啊，不虚啊，业报不虚。第一层次是居事理来解释，这又分三个层次展开。第一是贤宜贤之起，第二是列举现象，
第三，从道理上说明业报不虚。好，这个展开来论述三世业报不虚，但确实有复杂的情形啊。在这个世间，或者有一辈子行善积德，却有种种的灾祸灾殃聚集在他身上，或者有一种恶人很凶恶邪伪啊，什么坏事都敢做，但是呢好像他的命运还挺不错啊。那怎么解释这个问题？这是由于他现世的业，比如他行善，现世没有得到好的报应，他造恶，现世还活得很滋润，这是现世的业没有马上兑现，这是由于他先把前世的行业先成熟了啊。这个恶人也许他前身是一个善人啊，他前身做的很多好事啊，所以前世的善的业在今世先成熟了，这叫异熟果啊。佛教有一个概念叫异熟果，就是他的果成熟了是他不同的时候造的，不是同时态啊。那你这个你行善的人，你遭受很不如意的逆境，这是你前世的恶的业先成熟，你先报。那你今生行善的种子可能是在来生或是后若干生去报。所以这些现象一定要放在三世的背景当中去考量，你才能够说得通。如果你就这一世都来说，你怎么也想不通，确实恶人 受罪啊，善人受罪，恶人得势，你在古往今来每一个时代你都能找到很多例子，但它的原因是什么？这就是来自都是由于他现世的善恶业还没有成熟，而前世的善恶业先成熟，首先先报应，是这个道理。所以就像戴奎在他的论里面讲，他为什么质疑呢？真祥欲祸啊，我是如履薄冰，行善积德，反而遇到了这么灾祸。看那些坏人坏事做尽，他好像还是很有福报的样子啊。于是就对善恶因果报应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就由于看到这么一个现象。那这个现象呢确实能够列举很多，这里就列出了三种啊，这个跟它的因和果不相符的情况啊。第一种就是或者有人啊发啊有理想主义色彩，要匡救啊匡扶国主啊，救济这个时代的啊这个不好的情形啊，以这个儒道的圣人的这个教法来拯救百姓啊，这个充满至于道的理想主义色彩啊，就是在
三不朽当中要立功、建功、立业，造福百姓啊。那这种人应该是很值得赞叹的啊，有理想、有抱负啊，也有献身精神呢。但是他建功立业的这个事业中途就在中途的时候就做不下去了，那自然的各种灾殃顿然的急到他头上来了，或者生了大病了，或者同事之间相互的啊请杂了，或者在朝廷站队站错了啊，或者被人围猎啊，也自己做了一些啊贪污腐败的事情了。但是这里主要是正面谈，他是一个很有理想主义、很想干一番大业的人啊，灾殃却集中在他身上了，这是一类。好，请看下面，或有七尺横门，无闷于室。以安步为鱼，悠游逐睡，而时来无望，运非属欲，世道交轮，于其贤习。或有民官刺科，道在度时，权爱体人，目上善以尽德，若斯人也，含冲和而拉济，履信顺而邀言。此皆立功立德之喘变，宜贤之所以生也。好，第二种就是隐士阶层，七尺横门，横门就是以木头架起来，就作为他的门简陋的住所，隐居而完善自己的道德人格的人所以这种人呢，与世无争呢这个无闷于世，也不理睬这个世间上的事，好像大智若愚的样子安贫守道，以安不为鱼就是他安详的步行，就是他的车子马车悠游逐睡不把那些有为的事功放在心上，悠游自然无为旷达来聊以逐睡这种人应该是活得很逍遥自在但是也没有对这个，他也没有对这个世间有任何的损害与他人也没有损害他是穷则独善其身的隐士但是忽然某个时节因缘来了意外的灾祸却降到他头上来了，叫无妄之灾。这个命运呢
遇到的这个运气总是不好。这显然不是他现世造的业嘛，他现世是没有造什么恶业的，他是一个这样的这个隐士啊，这可能就是戴逵他所描述的，我就是这个隐居修道的人，为什么我这么多灾祸，这么穷愁潦倒啊？这上天不公啊！所以这个世间世道交相沦陷啊，就是跟他平时学的儒佛的经典完全大相径庭。我没有造恶，怎么会受到这样的一个无妄之灾？这是他一种质疑。这是第二种人。第三种人还是很有道德人的，这叫或有名官士科，就是他有着很好的名声，在士科是指孔门士科啊，孔门的十大弟子分别在四个类别是出类拔萃的啊。士科第一科是德行，像颜回这样的，颜回安贫守道的，对孔夫子道那是亦步亦趋的，那是一生以道作为他终身的事业的啊，就是诸侯国君征召他做官他都不去的啊。还有闵子骞，那是个大孝子的，这是德行科。那言语科注重那种语言的辞令的表达的，可以做外交官的像宰我子贡这样的，就是言语科很好的还有政事科，就是他从政很有能力，像冉求像子路这样的分别在鲁国和魏国做过官的文学像子游子夏那这个四科不是说这个十个弟子只会一种，他可能以一种为主，其他的也能够兼顾的就是以这个四科表明他是一个人才出类拔萃的人才，而且他修道可以不仅是登堂，而且是入室，道在入室这个全体都有仁爱精神，对这个人道有深刻的体会，而且是要把仁政能够平天下的仰慕上古圣人之道来尽德修业，那这种人肯定是那个时代的精英了。但是这样的人应该是有好报吧，但恰恰他也命运不好。这里就谈到命运不好体现在什么地方，含冲和而纳气。冲和道德经讲冲和以为和，冲气以为和呀，这个冲气以为和，这个和气就是他的元气，是他的真气，就是他的真气神是很饱满的，但恰恰他生了病，而且可能是一个绝症，这就没有办法解释了。
但是从三世因果来说，他得的这个病可能就是他的业障病，可能他前世的业今生的呈现。就像戒贤论师，大修行人，一代高僧，为什么他生病生得那么厉害，痛苦的要自杀的程度，受不了。这就是他多生多劫捉了国王，杀害众生太多，今生的这个业力成熟，让他得病，这个痛苦难忍。这叫冲和而纳气。本来冲和之人身体会很好，恰好他生疾病了，而且病得不轻。履剑就是实践剑履这个中性柔顺，那是中性，是尽德修业的根本呢。顺是柔顺天道啊。这种人应该是长寿才说得过去的，但为什么却夭折呢？就像颜回这样的大修行人，也就是活了41岁啊，夭折。这就是在这个世间的现象当中，他的追求三不朽的人，或者立德，或者立功，而且他是从正面去做的人，却有意外的转变。因果不相应，所以对因果报应怀疑，积嫌就由于这个现象而开始升起来。可能现在很多人怀疑这个因果报应，他也常常把现实当中这同类的类子，他会列举很多，你看看哪有什么报应呢？好，请看下面的文。大义济民，宜循其对，对各有本，待感而发，逆顺虽疏，其魁一耳，何者？宜服之气，定于在息，敏服告命，潜相回换，故令祸福之气交泄于六福，善恶之报犬负而两行。好，先看这个。这里就开始从正面谈这个三世善恶业报应的这个道理了，就是善恶因果报应横贯三世，这样的大的义理既然明白了，那要细致的去寻找它的对应的法则。如果说你今世行善反而得那个恶果，如果贯穿三世也是你是个善因，结果还是得恶果，那你不能对应的话，那就说明你这个理论是成立不了的。所以要寻找善恶祸福对应的这样的一个道理。这个对应各有它的根本，你行善行恶是他得到祸福的那个本源，他这个本源肯定是对应的，
那这个对应它的表现形态又 千差万别，要等待它的因缘和合，就是带你现在这个心去感，你一感呢，你原来的或善或恶的那个种子，就是它的本，它就能够起现行发生出来啊。那你无论是显现的是顺境还是逆境，虽然这个境界命运有差异，但是它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这个终极的道理，它是不会改变的，其魁一耳。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就何止以一符之气，这是用了老子的一句话，就是祸和福是相互依附的，叫祸兮福之属依，福兮祸之属伏。就是你遭到一个灾祸的时候，你如果警醒自己忏悔改恶修善，当下你的未来的福就由于你这个祸的产生开始它出现了，这就是祸和福就开始有转化了啊。好，或者说你得到了一个很大的福报，然后就啊，这个目空一切啊，壮士欺人啊，壮着这个福德来造恶业啊，当下你的灾祸有就埋伏在你的福之下了。所以这个是祸还是福，这完全是你的心念、你的行为、你的业力决定了它是宜还是福啊。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啊。所以这个宜福的这个事，这个种子已经在你那个时候或者前身或者若干身就已经是预备在那里了，这叫定在往昔，就是定于在昔，在你原来的时候就已经定了啊。所以在这个祸福的善恶祸福它有一个转化啊，这个转化呢，这个心业命善恶祸福它这个太隐秘了，虽然隐秘，它对这个善恶因果报应的原则它是暗合的，暗合告命，告命就是那个因果的法则啊。虽然它在这个潜向潜伏相互改易相互转变，这都是决定你的心念你的善恶业。所以一个人为什么会这个中国有个就啊、民间的那种相术啊、他看你的样子就能够知道你是福人还是灾祸，他这个祸和福他有一种气就会表现在你的六腑上啊。这六腑就是面部的六个部位啊，相面会看相的人呢，他就看你的三庭六腑啊，六腑啊，比如天庭啊是饱满还是不饱满啊，天庭日月，这个日月二国为天府，两贯就是
两边的脸的那个颊骨呢为人府，还要看你的地格边衰啊，这叫地府啊。所以这六府呢，他会看的人马上就知道你这个善恶祸福的基本状况，它会呈现在你的面相里面。所以善恶之报，这个善恶是因，祸福是果。由于它是贯穿在三世，又跟你的念头捏的命运，它都是在一种变化当中，在这变化当中，有时候是顺变，有时候是全复，就是它是意外的啊，这个不一样。全复与两行啊，你今生啊遭了灾祸，这跟你今生的善就好像不一样。今生你有福德，看你的样子就是恶人啊，所以那个善恶的这两种行业跟你的祸福的情形不对应，这就叫全复于两行。好，请看下面。事实是因之际，与智同祸，为极善之无庆，极恶之无殃，感神明而悲属欲，改天殃之于善人，贤为明教之书，无终于圣，遂使大道易于小臣，以正言为善诱，应心求实，彼治理之无耻。好，这还是进一步说，这种复杂的情形就会导致他建立不了因果的正确的知见。所以当这个你今生好像是行善却遭到了不好的灾祸啊，造恶也没有恶报，还反而很滋润啊，当这个事情呈现出来的时候，那无论是于下愚之人还是智慧之人，他同样都感到迷惑。感到迷惑就觉得你行善积德并没有好的结果啊，你造作恶业也没有灾祸呀，那就感慨神明你怎么不公正呢？感神明而悲属属欲，我是个善人呢，我怎么会有这么潦倒呢？神明怎么不公呢？他就慨叹，甚至这里就有开始有着怨天尤人的心了，慨叹这个上天为什么降灾祸给善人呢？于是出现这个情况，大家都认为明教之书啊，明教就是指儒家的经典啊，儒家经典从周易到尚书都是谈善恶因果报应的啊，极善之家必有余庆呢，极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啊，这是孔子在这个解释周易的系辞里面说的啊。那行善降这个百祥啊，造恶降百殃啊，这也是尚书的里面理念呢，就是我们儒家经典还都是谈因果的啊，但是事实上又不是这个样子，那你儒家的书就
跟上天的这个复杂的情形不一样了。他在抱怨，他就认为这些儒家圣人说的是劝善的虚言，其实是没有这回事的。这样就使得因果报应的大道就掩盖在世间的这种犬妇的这种现象里面，就把儒佛的正确的言论认为只是一个诱引人民行善的一种借口。其实你真心去求有没有这个实事呢？他认为真正的道理没有善恶因果报应。这是相当一批人所陷入的知见上的错误。好，请看下面。缘起属由，由四点以一身为限，不明其外，其外未明，故寻理者自逼于视听之内。此先王其民心而通其分，以耳目为关键者也。好，那开始对这种善恶因果报应的现象的错综复杂的情形不理解不相信，它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个原因这里就开始分析了。慧眼大师告诉我们，出现这种认知上的偏差，它的原因是由于世间的经典，就是儒家经典，只是以一生作为界限，就是他谈因果只是在一世里面谈，并不明了过去世和未来世。如果过去和未来你不去明了它的那种错综复杂展开的广阔背景的话，它就会出现上面的情形。所以就对那个寻究善恶因果报应这个道理的人，他的视野就是在可见可听的范围，也就是经验常识的范围，视听之内。那你看不见听不到的那个之外的东西，他完全不了解。但我们中国的儒家典籍，他之所以只在一世里面谈善恶因果报应，这也是有原因的。就是我们中国的儒家的先王啊，三皇五帝呀，尧舜汤禹周公这些也都是圣人。其实他们的本地，他们的智慧是了解三世的，但是他所施舍的教化一定要应民众的水平来施舍。但民智未开，民众的那种智慧还够不上过去和现在未来广阔的时空态的时候，所以只能应这个民众的根基来施舍这个
就是分内，就是分内，就是六合之内。啊，耳道可以听到，眼睛可以看到，作为一个范围、界限来教化他。等到因缘成熟，民众的心智开阔了，再可以应这种情形来讲更广阔的时空的这个教化之法。所以由于儒佛在我们中国上古以来的酝酿积淀已经有很好的文化土壤了，这是佛教来开始说这一块啊，这就是下面。好，请看下面。如今和内外之道，以求弘教之情，则知理会之必同，不惑众徒而害其意。若能览三报以观穷通之分，则泥腹之不搭种油，俨然对圣将而如愚，则可知一。好，那时界因缘成熟了，佛教终于来到了正胆国，就有着儒家的明教的经典和佛家的三世因果之道能够融合的一个契机，这就是和内外之道。啊，这个内道是指佛法，外道是指儒家经典。啊，讲外道不是说不好的东西，心外求法。啊，除佛经之外，都可以成为外道。啊，在印度有95种外道。啊，那把这个内外之道，也就是把儒家和佛家把它融合起来，来探求弘教之行。弘教就探求儒家和佛家两教圣人啊，施设教化啊，引导民众的这样的一个情，这个情有时候有善巧方便，由实开权，由权啊归实的这么一个过程。好，和这个两教圣人，这个你就能知道这个三世因果的理，它一定是轮回的，是轮回的。儒家的圣人跟佛家的圣人，他的殊途同归的，目标是一致的。由于儒家圣人只是讲一世的世间法，他就六合之外存而不论的。但虽然存而不论，你看他谈那个六合之外的，也是有萌芽的，也是隐而不发的。啊，尚书里面讲五福和六极，里面你仔细分析就已经包含着三世因果的法则在里面。啊，所以你把这个儒佛把它结合起来去看待，就不会对善恶因果错综复杂的情形去迷惑了，或者害这个惊骇他怎么不一样，行善怎么
得不好的结果，造恶还活得那么滋润，这是由于你还没有建立三世因果的那种解释系统啊。如果你能够广览现报、身报和后报，来观现世的穷通、受邀、贵贱啊，你这样的一个差别，你就能知道，虽能有它的穷通受邀的差异，但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不是不报，时辰未到的这么一个本质点，它是贯穿的啊。同时要理解儒家圣人的这种良苦的用心，这里就举出这泥腹之不搭种油。泥腹是指孔子啊，孔子是沿他的母亲祈祷泥山怀孕生的圣人，所以就叫泥腹。他不搭种油呢，这是在论语里面，论语先进篇啊，种油就是指路，是孔子最得意的两个弟子之一，左右手啊，一个是颜渊，比较侧重在文方面的，这个子路是侧重在武方面的啊。这个子路过来做弟子之后啊，谁都不敢讲孔子的坏话了，一讲坏话，这个子路就要跟他过不去了啊。那这个仲由呢，就有一次就问孔子，问事鬼神如何服侍鬼神，所以是一种这是比较超越的祭祀方面的。孔子就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没有直接答复怎么去侍奉鬼神，而是把他引导你好好侍奉在生的人，你再生的人都没侍奉好，怎么能够谈侍奉鬼神呢？第二问，仲由又问，敢问死，就是我大胆的问问我们死后是什么样子。孔子回答，未知生焉知死，不回答死后的情况啊，所以就把他问那种生前死后的那些很形而上的东西，给他拉回到现实的人生，怎么去识人，怎么去知现世的人生啊，这都是表明儒家的圣人就在这现世一世去教化众生，不去展开前生往事。那前生往事是不是孔子不知道呢？孔子知道，等待佛教过来啊，这就是泥腹之不搭种油啊。俨然对圣将而如愚，这是出在《论语》的为政篇。言就指颜回，染就是指染球啊，染球是从政经验非常老道的，做过祭祀家的这个主管。这两位得意弟子对圣将也是指孔子，而鲁豫在《先见篇》里面指曰：“物与有言终日，不为鲁豫啊，退而省其思，则
足以发，回也不逾。说这个颜回呢，孔子跟他交流啊，教学，从早到晚，终日不为，不为就是，老师说的都装进去了，啊，一切信受了。鲈鱼呢，啊，好像不会提问题，显得很愚的样子，愚笨的样子。但是等到教学之后，孔子也在观察啊，教学之后啊，退而省其师，看到他私下的待人接物怎么样啊，发现颜回呢把老师的教诲不仅能够领会，而且还能够有发挥啊，发扬光大。所以孔子说回也不逾啊，颜回并不愚笨。但这在这里用这个《论语》这话是说明什么呢？颜回是何等人也？他知性悟性是极高的，他在这个孔门里面成为福圣了啊！就是那个时代有两个圣人，一个是孔子，一个是颜回呀，啊！但是他不去提问题。就在于颜回知道孔子就是这现世现世理性精神，这一世去教化众生，不要去提那些六合之外的事情，所以他干脆不问鲈鱼啊。那你知道这个这也是孔门师之啊，以心印心呢，相互都很了解啊。如果通过这两段来看，那这个三报六合之外的广阔的时空态里面的真相，儒家典籍先不涉及，孔子就是世间的圣人。那这样我们就会了解佛教就补充处世间法这一块，就把六合之外完整的呈现出来，它的过去无量劫啊，现在这个平行的这个因果，以及未来的果报。好，请看下面。亦有缘起而言缘生法，虽欲入地之明，而遗爱未忘，又以三宝为花园，或要而未离于渊者也。推辞以观，则知方外之宾，福音妙法，喜心玄门，一意之感，超登上位，如斯轮辟，素殃虽极，功不在智，理智安消，非三宝之属极。好，这是进入正中分的第三节构传，就是超越三世果报的这种情形。这种情形又有浅又有深，先谈浅的，就是声闻这些圣人，他是声闻教要谈缘起的啊，此有则彼有，此无则彼无啊。具体体现在十二因缘法，无名缘行行缘事啊。那这是十二因缘法，可以把它概述到四圣谛，苦集灭道。好，那声闻教的学人对这个四圣谛能够切入他的
就是明了开悟了，能够入到四圣对的根本了，他就可以称为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如果破见惑，就是初果圣人。但初果圣人、二果呢，师托行还要来到世间一次往返，到了阿那含升到五不还天，才不回到欲界啊。阿罗汉就断，阿罗汉彻底断见识或常依三界啊。这里就是他这个入四圣地法的真理有浅深的不同。比如初果和二果圣人，虽然他断了见惑，他有思惑，思惑就是那些贪爱之心的啊，贪嗔痴慢疑呀，他还没有全都断完，所以他还在三报的范围之内，还出不去啊。或者像二果圣人，要而未离冤人冤也，这是引用乾卦的九四，九四从九三能够要到上卦啊。但对于那个深渊呢，还没有彻底离开，这就相当于二果三果的这个圣人啊。那这就从声闻教来看，他还不能就近的离开善恶三世的报应。那再可以进而观，有方外之宾。方外之宾就是指大乘佛法修行的行人，他福音就是他信从和践行大乘佛法。妙就是不可思议的意思，唯有大乘佛法才能成为妙啊。这样他这个修行大乘佛法啊，洗涤自己的心性，悟明心性，他从见道到修道到正道，这叫洗心玄门。玄门就是佛教啊。一义之感，一义就是一旦他符合了跟那个自己的法性实相感应了，顿然他就可以不仅是断见识惑，可以惑破无明，就超登在上位。上位至少是原教初住以上的菩萨，三贤十圣啊。像这样的大乘行人，他已经惑破一品无明了，他已经证得涅槃，分证涅槃三德了。虽然他多生多劫以来造作了很多的恶业的种子啊，数世的恶业应该是感得他的灾殃，所以呢积得很厚，但是由于他登上了上位，他就不需要去对峙这个用对峙的功夫了，他那些业呀，就在实相的层面都完全消掉了啊。罪业如霜露啊，重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啊。他的般若智慧的那种光明，就把那个如霜雪般的罪业全都给他化掉了啊。化掉之后，所以这种人就超越了善恶因果报应，就不是三报属及的范围了。所以三报是对业力凡夫而言的，真正的破无明的这个圣人是没有三报的，也就是说没有因果报应的啊，是谈这个。好，最后就是啊，请看最后一段。因知而言，
佛教所以越明教绝九流者，岂不以书神达要陶铸灵符，穷源净化，尽万象于无相者也。好，这说于刘通分赞叹 佛教的殊胜奇妙啊，就是总结性的因知，就是前面所阐述的这些文稿啊，来总结来说，这个佛经来到正等国，它有超越我们中国本土经典的不共的价值，所以就叫曰明教。明教就是证明定分之教，主要是指儒家的典籍。这个绝九流就是杜绝九流，九流属于我们先秦的学术的总称，有九个流派啊，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啊、名家啊、墨家啊、纵横家、杂家和农家，这是属于九流，就是总括我们先秦啊百家争鸣以后所有的学术流派，那佛经都超胜于他们。那超胜他们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回归到心性，佛法就是心法，就是由于大乘佛法能够疏通心神，就是一切的善恶因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都是由我们的心变现出来的啊。那疏通心行，通达这个心要，这样就是在我们这个灵符，就是也是心性，就是要回归心性啊，洗除心垢，显明清白，培育我们那个淋漓不昧的心性啊，这样就能穷源净化，对内来穷尽我们的自信本源，对外来教化一切众生。好，那这个三世因果的这样错综复杂的法则，他就用最后就尽万象于无相者也。万象就是错综复杂、深罗万象的三世因果法则的情形，但是它能够在我们的心性是无相，就是空性当中，这个空就代表我们的大圆净智，一尘不染的心性，在这个一心不染的心性当中显现三世因果错综复杂的万象，而且了了明白，像这面镜子一样，一照里外远近重重无尽，一照就了然啊。这就是大乘佛法带给我们中华文明的一个互补的智慧。那这种智慧对于我们中国人的安身立命具有重大的价值。如果一世因果不能解释错综复杂的局面，它或者沦为宿命论，或者沦为什么都不相信，人死灯灭，那我们要让他产生敬畏感，要让他有一个自我约束的行为，要让他有一个向上、向善、向上、向光明的这么一个依据没有了，依据没有了，我们就失去了安身立命的东西了。
所以三世因果让我们能够面对我们的无论是穷通受邀顺逆境的情况，我们能够从自身找原因，我们知道是自作自受，同时也知道命运是可以改变的。所以我们的主体性自由选择，我们就会向一个好的方面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每一个人相信善恶因果报应，他一定是畏惧这个造恶一定会遭到恶报的，他就不敢去造恶。知道行善可以通往天人，甚至乃至于得到圣贤出离生死圆成佛道的这么一个结果，他就有一种很大的动力，我去行善啊。这样，那这种每个人都有行善的巨大的动力，那我们整个的社会整个的世界就是太平世界。所以慧远大师做三宝论，对于我们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对于我们中国人的道德的依据啊，功德甚深甚大。好，南无阿弥陀佛。